我听见你的声音，有种特别的感觉，让我不断想，不敢再忘记你。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，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。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不管有多少风雨，我都会依然陪着你。我想你，想着你，不管有多么的苦，只要能让你开心，我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。我哪有什么话要跟你说啊，我跟你的事情要是传出去啊，会变成度假村最大的笑话。我跟你的事应该是你跟小象的事吧？表面上看起来是我跟他的事，其实你心里明白那是我跟你的事。既然是我跟你的事，那只要小象他不说出去就没人知道了，你怕什么？我就是怕他说出去啊，我更怕你笑我。飞翔，你三更半夜跑到我房里来对我情话绵绵，那是一种真情流露。哎，我怎么会笑你呢？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昨天情话绵绵的人是小象，不是你。哎，所以说你对我不是真心的，对小象才是真心的喽？不不不，不是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对小象是不小心的。不小心？说为什么半夜三更跑到我房里来？我在梦游。梦游？到现在你还睁眼说瞎话？我也是逼不得已的，要是你对我好一点，我就不会做那么笨的事了。你也知道这是笨的事啊？本来我以为自己很聪明，没想到现在才发现自己是大笨蛋。我告诉你，下次再不小心跑到人家房间里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被逮住了，否则啊你麻烦大了。
凯莉对我们这次的合作非常的期待，那希望我们可以多多的沟通，交换意见。没问题，这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所以我们这减肥药吃了会不会出问题啊？哎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减肥药吃了，万一不瘦，就反而变胖了，怎么办？这个人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，还要看这个减肥疗程你坚持的怎么样。由于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，所以不可能保证人人服药以后一定有效。既然不保证每个人都有效，那岂不是在欺骗消费者，伤害消费者的权益吗？李经理，啊，这二位看来是冲着我来的。我跟夏老板有事要谈，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？啊？嗯？夏老板，失陪一下。夏老板，你的女朋友不是也在度假村吗？她也长得挺胖的，您不如先帮她减个肥。谁说度假村有我的女朋友？您就别装蒜了，小象不就是您的女朋友吗？你这个人胡说什么呀？你看你脸都红了。闭嘴，她不是我的女朋友。是不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你让她减肥当你的见证，这样子啊，他们才会相信你哦。你，夏老板，您交女朋友是您的私事，我不方便过问。我告诉你们了，她不是我的女朋友。大牛，小象是我的女朋友吗？是是。哎，你的助理都承认了，你还不承认？你的脑子进水了？小象是我的女朋友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。小象，君君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到处找你啊，后来想想你应该在这里。你找我有事儿吗？没事，只是不放心你。小象，你怎么哭了？君君姐，我一向都给你添麻烦，你还这么关心我。我们是朋友，我当然要关心你啊。小象，有什么事情说出来，不要憋在心里吗？君君姐，我没事。都哭成这样了还说没事？这是我个人问题，我不想麻烦你。你是不是又谈恋爱了？我看到你跟一个人在沙滩上面吵架。你跟那个向老板怎么了？我不能说，我一说他就不理我了。他怎么那么霸道啊？都这样欺负人了还不准你说？他没欺负我，是我自己不争气。他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，你还在护着他。我爱他，我不能失去他。你爱他，他的年纪都可以当你爸爸了。他就是我爸爸。那个减肥药的老板人品有问题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和他合作下去。他怎么了？你也知道我最讨厌的人就是睁眼说瞎话。他居然跟我说小象不是他的女朋友。小象的确不是他的女朋友啊。哎，你为什么会帮那种人说话？我没有帮他说话。
小象的确不是向老板的女朋友，而是他的女儿。小象是向金泉的女儿？对啊，你光看他们两个都姓向就知道啦。小姐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姓向的？小象都亲口跟我说了。嗯，很不错。父王，母后，我终于找到救世主大人了。快来，快点啊！爸爸，你要不要和我看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啊？嗯，坐下来。你是不是在做梦的时候看到小象有男朋友？我是大白天看见的，没做梦啊。那谁告诉你那个卖减肥药的男的就是她的男朋友啊？没人告诉我。那好，既然没人告诉你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我自己有眼睛，我会看的。你就是一个睁着眼睛的瞎子。有那么严重吗？你这个大嘴巴，你知不知道差点把我给害死？怎么会呢？我就像个傻瓜一样盯着人家，逼向老板承认小象是他的女朋友。逼得好呀，他承认了没有？承认给你个头啊！小象是向老板的女儿。哎，他这个坏人很狡猾的，他肯定在说谎，你不要被他骗。是小象亲口说的。啊，石像姐也这样说了。哎，对呀，小象姐姓向，那个卖减肥药的向老板也姓向，我怎么没考虑到这一点呢？那为什么你不好好考虑一下他们年龄的差距有多远啊？这一点我当然有考虑过。你考虑到还胡说八道。请接受我们对你的道歉。对呀，啊，向老板您大人有大量，应该不会记仇吧？对呀，啊，我们都误会了，原来小象不是您的女朋友，是您的女儿啊。谁说小象是我的女儿？啊？啊，你不是小象的爸爸？啊，这下可好了，一会儿说呢小象她是人家的女朋友，一会儿又说她是人家的女儿。你们刚刚才闯了祸，事情还没有落幕，结果这回又接着摆了个大乌龙。那你们说，你们告诉我，到底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会不会是小象说谎，把君君给骗了？不可能。我看他哭得很伤心，不像是在说谎。如果要是有人在撒谎，一定是那个向金泉。对啊，我看那个人的样子啊，就像是个坏人。米妮，坏人有坏人的长相吗？电视里的坏人啊，我看多了，那个卖减肥药的就像是个坏人。那小米妮，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些人，哪些是好人，哪些是坏人呢？说我们都是好人，耶！就算是好人，也会有糊里糊涂做笨事的时候。米耀，你的意思是我是笨蛋喽？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米妮。我哪里笨啦？你看到他们在湖边说话，就说人家是情侣，那不说你笨，说你什么？他们不只是在说话，还在吵架呢。如果米妮是笨蛋啊？那不明就里听信他话的人也聪明不到哪里去。喂喂喂，你们几个炮弹四射，别射到我这儿来啊。说说说说什么说，散发错误信息的人也有你一半。哎，说我散发错误信息，那你岂不是火上浇油了这位小姐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根据小象的说法，合理的解释，向老板应该是小象的爸爸。那既然是这样，他为什么要否认呢？你设身处地的想想啊，
假如你是减肥药的老板，但你身边却有一个胖胖的女儿，你会怎么想啊？那不是很糗吗？那不是等于给自己打巴掌吗？没错，夏老板应该就是这种心理，所以否认小象是他的女儿。你们看，我没说错吧？他就是个坏人，这种人啊，坏透了，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要了呢。米妮，你说别人坏透了，看着我干嘛？给你警告啊！哦。为了小象姐，我要扮成伸张正义的复仇天使。米妮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扮成帮助别人的善良天使吗？对好人，我要扮善良天使；对坏人，我要扮复仇天使。耶！大家注意，明天就是新产品发布会了，各部门一定要做好准备，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啊！啊，这个台子一定要摆好啊！老板，明天9点钟产品发布会，我怕大家起得晚，已经跟柜台吩咐过了。8点钟 Monica。你终于会用脑子干活了，好好干啊！也许我会考虑把小象嫁给你的。真的？小象虽然胖了一点，但是有我的减肥产品做嫁妆，便宜你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你这么赏识我。先别谢我，我还要考察你的表现和对企业的忠诚度，做得不好什么都不算数。我回宾馆了，有事儿给我打电话。谢谢了。时间停止在这里，让我忘了我是谁。小象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不要难过了，你爸爸这样做也是为了他的生意。我恨我自己不争气，吃得这么胖，把自己搞得这么丑，连我爸爸都不愿跟别人说我是他的女儿。我也恨我自己，恨我自己没有勇气，不敢仗义直言地替你说话，搞到现在我好像是你爸爸的帮凶似的。好了，我不怪你，我知道你对我好。让你伤心，我也很内疚。这么多年，从来就没看见过你这样难受过。你知道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对你，对我好。啊。看起来小象跟那个大牛有谱啊。嗯，他们还蛮匹配的。嗯，你看到的和心里想的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啊。你学的还蛮快的。你们看到的和心里想的如果是真的的话，那我这个善良天使是不是应该帮帮他们呢？天哪，我看你就算了，以免你越帮越忙。喂，善良天使也会生气的吗？是您的叫床服务，您的叫床时间到了，请起床哦。阿西，哎呀，妈妈，5:40，
夏老板，这么早啊？看你早。哦，你带着表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这表没坏呀、啊，是5:40啊。夏老板，啊、你起得真早啊！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啊？啊，睡得很好。哎，你的声音我好熟悉啊。啊，夏老板，您真健忘，上次我们开过会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一起开过会。夏老板，起得这么早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跑个步啊？不不，你们年轻人跑步，我溜达溜达，我慢走就可以了。好，夏老板，我们先走了。啊。夏老板，我的声音好听吗？好。好奇怪啊，这好像是那个叫床的女人的声音吗？待会儿他发现就不好玩了。哎，那有猫抓到老鼠，不先玩玩他的？累死我了，你陪他玩吧。嗯，你这招还真不错，把他给整惨了，也把自己搞惨了。哦，我要回去睡回笼觉了。哎，好戏才刚开始，你怎么就打退堂鼓了？我已经出招了，表现就看你的了。哼，我呢已经给那些胖妹发了短信，要他们在向老板的发表会上去领3个月的免费试用包，到时候啊就有好戏看喽。啊，你这招真够毒的，现场非弄个天翻地覆不可。怎么样，这招比你那招叫床还厉害吧？拜托 ，Morning Call。哎，你这招厉害是厉害，可是我就想不明白。你干嘛不给他们来个免费试用3年，来个空前大抽血？3年，你比我还狠呢你！啊，你们主办方是怎么回事啊？发了短信给我们，说到现场可以拿3个月免费使用的试用包，啊，到了这儿又没这么回事了，哎，这不是骗人吗？真的？对啊，那个，对啊，欢迎街上诈欺，还我们一个公道！是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米经理，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这信息是你们发布的吗？是不是有人在恶作剧啊？搞恶作剧，这玩笑开大了。老板，怎么办？你问我怎么办？你不会用脑袋想想怎么办呀？我就想不出来才问您的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你们也太过了吧？那群胖女人来到向老板的发布会上起哄，搞得乱七八糟，哎，你要修理人家也不能这么做。哎，听你的口气，好像在怪我。哎，他们是你的团员，只有你才有他们的手机号码。你怎么这样说？昨天费翔来找我，说你要建立客户的档案，要我把团员的手机号码跟名单给你，我还以为是你。哦，原来是费翔。哦。我这招厉害吧？把那个向老板搞得是鸡飞狗跳。你呀、啊，非得把向老板给气疯了。气疯的不止向老板，还有我。费翔，你真的很了不起啊！可以把我布置的发布会变成一个声讨大会，你真的很有创意哦。我前面才小试身手，你就这么夸我？那我后面搞一个更大的，你不是要颁一座奖杯给我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只是给他一个小小的教训，小菜吃完了，当然就要上大菜啦。对，再搞一个满汉全席，让他吃完兜着走。你们到底闹够了没有？你不说要给他一个教训吗？就算是教训他，也适可而止。你们这样下去会没完没了的。我的车子才上路，你就要我踩刹车啊？对啊，我们好戏刚演一半，你就让我们收场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如果再这样闹下去，凯莉知道了一定会生气的。来不及了，凯莉可能已经生气了。什么？凯莉已经生气了？祝你天天像茉莉花一样的美丽，仰慕你的精全。
向老板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是凯莉呀，你不用说话，我一听到茉莉花我就知道是你了。你还真有心啊。我的心里可是装满了你呀。那我们一起吃个饭聊一聊。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。他会不会上当啊？我今天问过凯莉的秘书了，今天凯莉约谢老板在这儿吃饭。你确定吗？我们不要弄巧成拙，到时候把他们凑成一对，仇家变圣子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凯莉不会这么没品位吧？会看上这个六亲不认的家伙？也对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白又香人人夸。凯莉，对不起，让你先到了，在这里等我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先搁那儿吧。凯莉，真对不起，竟然让你来请我吃饭。第一次怎么能让你破费呢？还是我来请你好了。请你以后不要老是凯莉凯莉的，让我听着非常肉麻。你不喜欢我叫你的洋名，那我就土一点，叫你凯莉好了。凯莉这名字很土吗？凯莉这个名字不土不土，多好的一个名字，像茉莉花一样漂亮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请你以后不要再送给我东西了。我送你一个茉莉花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不管是真花假花，还是蛋糕上的花，唱歌的茉莉花，我全都不喜欢。哦，刚才我唱《茉莉花》这首歌，你听到了？你唱什么歌我不管，请你以后不要把茉莉花唱到我的办公室里好吗？我没有在你办公室里唱《茉莉花》这首歌啊。我说的是蛋糕上的花和那个会唱歌的卡片。我没有送你蛋糕，还有会唱歌的卡片呀。卡片在这里。哎，凯莉，不要走，饭还没有吃吗？请你放尊重点，别拉拉扯扯。行，没事儿，今天晚上好，小镇说定了啊。小仙姐出来去报了仇了。啊，你这个复仇天使到底对人家做了什么？我做了惩罚坏人的好事。哈，小仙，你看到我们大家都这么支持你，你应该很开心才对啊，怎么又哭了？小仙姐，我们帮你对付了你爸爸，你怎么还哭呢？小仙，是不是你爸爸又让你受委屈了？对这种不爱女儿的爸爸，哭是没有用的。可他是我爸爸，就算是你爸爸也不能这样对你啊。米妮，够了哦，别在火上加油了。对啊，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想办法改善小象跟他爸爸之间的关系。
可是他爸爸嫌他胖，我们要怎么帮啊？咦，我们可以帮小象减肥啊。哎，这个办法好啊，那我们就安排小象来一个瘦身计划。对啊，等小象姐变瘦变漂亮了，让她爸爸后悔一辈子。小象盼盼，你们两个在聊什么？哎，等等，告诉你啊，我是个天使。天使？对呀，我是一个喜欢帮助别人的善良天使。你喜欢帮助人吗？对，小象姐刚说了，她要你到热带丛林游乐区去等她，她待会儿来找你。真的？你去准备准备吧，记得要带束黄色玫瑰花哦。哦。怎么不见了？哎，刚才那种情况，这么多人看着她，她肯定不好意思先走了。你刚才大牛说了，他在热带丛林区等你。真的？哎，你看人家喜欢你，要跟你约会呢。喜欢原始森林的那种热情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花送给你的。你真体贴。只要你喜欢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。真的？嗯。从来就没有人跟我说过这种话。你以前为什么不对我说呢？我不知道你会喜欢我。
是这一秒让我决定，你的微笑是如此甜蜜，印在我的心里，就仿佛透过阳光。也许是走过下一站街灯，我可以把你的决定挽留，留在我的身边，都是你，真的爱你。时间停止在这里，让我忘了我是谁，看着你的脸，左右着我，无法离开。这就是你，时间停止在这一刻，黑夜般漫长的感觉，等待你的吻，给我的勇气依靠。这就是你，时间停止在这一刻，黑夜般漫长的感觉，等待你的吻，给我的勇气依靠。这就是你。